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这段影片将跟各位介绍如何在手机上实现 YouTube 背景播放或是关闭荧幕播放。在这个方法当中，我们必须先具备 Google Chrome 浏览器。首先，我们开启 Google Chrome 浏览器，在搜寻或输入网址这边打上 n.youtube.com，按下搜寻。此时会进入行动版的 YouTube 网页，接着我们搜寻我们想要的内容。由于 YouTube 有版权限制，我们暂时搜寻没有版权的歌曲 NCS，然后随意点入一首歌曲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点选右上角的选单。选择切换到电脑版网站，此时页面就会以电脑版来做显示。这时我们按下主页面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上方的通知栏多了一个喇叭的图示。当我们拉下来的时候，就可以发现有控制播放的选单。当我们按下继续播放，您就会发现这个歌曲。这个影片的音讯会在背景持续播放。当我们关闭荧幕的时候，这个音讯依然会继续的播放。如此就可以实现 YouTube 背景播放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。